继去年二月十月之后，郑丽媛与南派炫近日再次传出恋爱消息。据悉，南派炫日前被爆出去郑丽媛正在拍摄电影《Get》拍摄现场探班，两人也因此再度被指是在热恋。对此，郑丽媛所属经纪公司方面于13日发表官方声明称，郑丽媛与南派炫的恋爱说并非事实。郑丽媛主演的电影《Get》进入了拍摄尾声，因此孙大飞、南派炫等多位好友一同去现场探班，表示南派炫并非单独一人前往，以此否认了两人的恋爱传闻。